活学活动热热身，左转，胳膊，老年健身时间。反过来我们给他压回来。你们要对我做什么？可怜弱小又无力。哇！你们真是够。6、7、8，目的闪烁的这是什么调？找不到。Memory like that more 起高了 ，Feel me， 伤感在心里，起高了。其实特别开心，因为之前就是总待在一起嘛，现在又能见到他们，跟他们待在一起练习会快一点，比较有默契吧。哦，这感觉遇见的强烈 ，Shake a baby like fairy。这是我的第一首单曲嘛，也是我这首单曲的第一次舞台，所以我想把它展现的最好给大家。真好，就感觉自己变洋气了吗？不是之前那个土小孩了。闪亮登场，来自这艺术体操的也太好看了吧！选手就坐。所以是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解说过表演类的比赛？是不是在表演的过程中是不应该说话的？要问豆豆啊，因为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。1号选手高颖希，准备。好，首先上场的是高颖希。高颖希呢，采用的器材是绳、条带。哎。啊。对，条带。好。豆豆，这个绳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？绳操它主要是以跳步为主，展现跳的能力。哦。对，绳操，然后它现在采用的是彩带，彩带的话注意要注意花型，然后以转体为主。高颖希今天的参赛项目是带操。好。